赖姓高中生被揭露，通通都是赖家所有。这起案件是在2021年11月11日，已经19年，19年了。赖阿公是当地一带大地主，邻居对于早年赖家人互告房产纠纷都有耳闻。当年赖姓高中生才读国小，还为此对簿公堂。根据判决书记载，赖姓高中生读国小时提告阿嬷，由母亲当他代理人，原因是赖阿公租屋给房客数十年，月租金收10,300。高中生当年控诉阿嬷跟赖阿公常年送针，而房客从2012年11月开始就把房租交给阿嬷。不过他在隔年6月就获得房屋所有权，控告阿嬷无理由收租，要求对方退还7个月房租，共计90,000。不过最终法官判决认为阿嬷跟赖姓老翁有签署协议，也驳回赖姓高中生的控诉。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，赖姓老翁投资房地产，眼光独到。现在左右两栋所有权归阿嬷，一栋自住，另一栋租人。而原先两栋赖姓老翁的房子已传给他的小儿子，中间这一户则是分给长子。5栋至少初步有1亿以上的价值，距离文化高中捷运站及中清路的捷运站。 走路就可以到5栋房产，价值惊人。房仲估算一个月1栋透天，租金就可收到40,000元。随着刑案调查，过往为财导致家人互告案件，再度被外界拿出议论。三立新闻吴宗哲、李建莹台中报道。